champion, Xiong Jing Nan。我还是蛮欣赏中国的，你像李宁或者是姚明一样，他们在篮球界有了自己一些作为，然后是帮助了他们周围的很多朋友。我也是想向他们学习，因为我感觉搏击圈现在是还是没有类似于出现像姚明啊，李宁他们这样的一些更优秀的一些人一些作为，所以说我其实是蛮想，然后是在搏击也能做出像他们一样的一些作为，也想更多有梦想的人帮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或者是机会，能够有一个渠道让他们也学到更多更好的一些技术。有时候感觉担子蛮重的，但是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去担得起这个担子。